血乃中的至圣神力，这是业火。玄宗恢复了清醒，也恢复了业火。不，这不是业火，这是琉璃火。琉璃火，上古就失传的慈悲之火，需得七情八苦淬炼，仍不失本心。心怀大爱与慈悲之人，才能驾驭。 竟没想到，月族能掌握琉璃火。东方青苍，小兰花，杀了我！现在我与太岁的元神融为一体。 你杀了我就可以杀了太岁。快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不可能，我做不到。对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的。七云，我知道你爱他，更胜于你的生命。太岁，你的敌人是我，你放开他。 小兰花，你看着我，杀了我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我若不死，太岁会继续祸害三界，这样你做的一切都白费了。这就曾经是我的命运。 不是你的，但拯救你是我的使命。